今日同大家睇维港汇嘅605尺两房连士多，入嚟就有个玄关，再转入去就一个 L 型嘅厨房，空间几大，望出去就居屋嗰边啦。呢边可以摆个鞋柜，转入去就有一个工人房，个空间都好大，同埋全部用落地玻璃，采光面都几够。再转出嚟就有一个工作平台，这个工作平台是用嚟对流嘅啫。再转过去就有一个长型嘅厅，摆位上就饭厅啦，行前少少啦就客厅，再外连一个露台，望出去就海景。我哋而家就喺28楼，所以睇出去景观几好嘅。再转入嚟就两间睡房，我哋先睇下个浴室，浴室就好市正，同埋有窗嘅。呢度就系第一间房，2米2×2米，都系大嘅落地玻璃，再配埋个海景。转入嚟就主人房，墙角预留咗衣柜位，望出去都系全海景，相当靓嘅间隔。现时维港汇卖紧呢只间隔，最平就21000尺起步，嘅价钱1314万起，你哋觉得点？